王千源事件的背后是什么？王千源事件背后是西藏事件。西藏事件究竟是谁制造了暴力？中共现在还在指责藏族人搞暴力，说藏独搞暴力，混淆视听，在国际社会指责达赖喇嘛搞暴力。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1989年。1989年，19年前，中国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3月份西藏人民的抗暴示威，一个是6月份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3月份当初西藏人和平示威，申请他们的权利，有部分人要求独立，多数人要求高度自治的时候，中共为了了结事态，当时武警总司令李连秀亲自发布了一个作战动员令。当时有个中国的官方记者叫唐达宪，他后来到了海外，专门把中共的内部资料整理出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刺刀直指拉萨：1989年西藏事件纪实》。他就揭露了当时的暴力怎么发生的。本来西藏人没有暴力，西藏的僧侣、尼姑和藏人是非常和平的，信神的，他们是非常善良的民族。他们只有200万人口，他怎么可能跟13亿人搞暴力呢？他们那是和平的请愿，和平的示威。但是中国人要平息这个事端，不让国际上炒作。这个唐达宪，官方记者唐达宪引述了中共内部资料，内部资料显示，中共武警总司令李连秀发布了作战动员令，其中第5条是这么说的，他说，特务分队急调300人，扮装成僧侣和藏人，打入八角路一带闹事地点，烧毁东北方向的金塔，砸抢甘藏贸易公司，砸抢粮店，鼓励民众哄抢粮食。当民众卷入之后进行撤退，说所有人员执行任务后撤退到雪域宾馆清点人数，说这项任务属于绝密，任何人不得外泄，泄露者严惩。这就是当初的，所以当初就出现了中共武警便衣特务扮装成藏人和僧人去打砸抢烧杀，这个当然无可避免的，一些藏族年轻人就会卷进去。当他看到一些藏族人卷进来之后，他们就撤退了，然后就开始以平暴为名血洗拉萨，开了10000多军队对拉萨进行包围屠杀。有一次在一个金塔附近，当有人去扑火的时候，那个金塔烧了，那藏族人非常悲痛，因为金塔是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形象，他们扑上去救火，但是埋伏在屋顶上的武警就对他们开火，那家伙就打死300人。说后来这个是武警自己去灭了火。说这是1989年的情况，1989年6月，你们更清楚，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持续了2个月的民主运动都是和平方式进行的，没有任何人打砸抢，更没有烧杀。当时北京市的秩序好得不得了，连小偷都感动了，说小偷都感动到罢偷的地步，说被那个学生民主运动感动，而学生指挥交通，交通自如。结果中共最后决定建言和决定实施武力清场的时候，就制造暴力，就拿了大量的便衣和特务扮装成平民和市民和学生，去烧军车、砸坦克，然后又去这个抢夺枪支等等，其中很多是中共的特务和便衣干的，干得越起劲越好。干了之后，当然有部分市民会卷入，卷入了之后，这些特务和便衣消失了，然后中共后来就开始开动了30多万军队，占中共正规军的1/3，全副武装，用坦克、机关枪、冲锋枪，血洗了北京城、东西长安街。所以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镇压下去之后，中共开动了所有的宣传媒体，你们看到当初的电视、当初的报纸，全部都是一边倒的宣传，那些建言部队的士兵怎样被烧死，建言部队的士兵怎样被杀死，完全没有老百姓被烧死、被杀死、被碾死的镜头，完全没有。说到这个混淆视听，但是国际上非常了解事情的真相，说国际上一律的谴责中共，包括89年3月份、89年6月份，今年中共故技重施、故态复萌，在西藏重新制造了这个事件。因为今年是西藏抗暴纪念49周年，所以有一些西藏人从印度步行，流亡藏人步行回中国去，回西藏去争取他们的权利，中共武警就拦截他们、逮捕他们。然后在拉萨，那就有民众响应他们起来这个和平的示威、请愿、游行。这个时候中共正在召开人大、政协两会，而且今年又要召开奥运会，中共就想平息这个事态，因为中共是不会理睬任何和平的呼声的。当时西藏人起来和平抗议是3月10号，也就是星期一，
3月10号到3月13号星期一到星期四全部是和平的，但是就在星期五那天3月14号却突然出现了暴力。这暴力怎么发生的呢？就说有一群年轻人突然之间就到了小昭寺附近，先是高呼口号，然后就冲进商店洗劫商店，然后就砸周围的轿车，然后就开始点火烧那个轿车。而且有的让人发现很奇怪的是，在小昭寺周围摆满了很多统一的石块，都是1-2公斤重，都是大概大小都差不多。那已经抗议示威已经4天了，根据中共警方的这个习惯，早就有便衣在那里部署观察是谁要捣乱。如果摆了那么多石头，难道中国警方都不管吗？中国警方都不管吗？说那个石头早就摆好了，这是有心人摆的。最早烧这些打砸抢烧杀的人也都是中共的人马。说中共的人马变成便衣去打砸抢烧杀之后，让一些藏人卷了进来，一些热血青年卷了进来，卷进来之后他在撤退就以平暴为名开枪镇压了之后，他就迅速了结事态。当时事情还没有开始镇压，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泄露了机密，就不巧露了风声。3月14号早晨10点钟，他举行新闻发布会，当记者问到他西藏事件，说西藏已经和平示威4天了，中国政府怎么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平息了，可能今天就会平息，你们不会看到你们所希望看到的事情了。他就知道当天就可以了结，他知道当天就要制造暴力，然后以平暴为由来终止西藏人的和平请愿。说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有大量的证据，有中共的历史信用，也有中共的蛛丝马迹，还有中共的一贯做法。